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杨玉环成为寿王妃？寿王茂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与杨玉环的婚礼是怎么举行的？婚后的他们又是怎么被卷入宫廷斗争的？大唐贵妃第二集，降入皇室。杨玉环在成为唐玄宗的贵妃之前，她先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茂的王妃。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杨玉环嫁给了寿王茂？寿王茂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成为唐玄宗最喜爱的皇子？杨玉环与寿王茂的婚礼是怎么举行的？唐朝会有哪些有趣的婚俗？杨玉环从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女儿变成了高贵的寿王妃，她与寿王茂郎才女貌，天生一对。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甜蜜的婚姻生活才刚刚起步，二人就被卷入了一场残酷的宫廷斗争当中。那么这场宫廷斗争是由谁挑起的？杨贵妃和寿王茂在中间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双怀教授带我们还原历史，走进杨贵妃，重温那段让人荡气回肠的凄美故事。敬请关注《大唐贵妃》第二集《嫁入皇室》。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就在杨玉环10岁的时候，她的家庭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什么变故呢？史书记载说，他的父亲和母亲相继亡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杨玉环他有两个叔叔，一个叫做杨玄圭，一个叫做杨玄娇，所以呢，由他的叔父杨玄娇把他领回去抚养。当时这个杨玄娇啊，在洛阳做一个七品下的小官，也正因为如此，杨玉环他离开了成都，然后一路北上，经过长安来到洛阳。杨玄娇在当时没有女儿，也没有儿子，所以呢，把杨玉环呢当作自己的长女来对待，也就是说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来对待。后来呢，他有了女儿，有了儿子，就让他们一起来学习，学习知识，学习文化，学习相应的才艺。所以这个杨玄娇啊也是个非常开明的人。那么按照常理来说，杨玄娇他只不过是一个七品下的一个小官啊，他是河南府侍曹参军，他只是主管舟车桥梁音律这样一些事务的。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在洛阳多的去了啊，官比他大的人要多的去了。所以呢，这个杨玉环他只是处于社会中层，像他这样的人一般来说在成年之后嫁一个人也就算了。可是杨玉环的命运他不是如此啊，因为杨玉环他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那么杨玉环他究竟是怎样与李唐皇室建立联系的呢？那么说到这件事儿，我们必须要讲唐玄宗第五次巡幸洛阳的事。唐玄宗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他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也就是说在他当政时期经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唐王朝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开元22年的时候，唐王朝已经相当繁盛了，唐玄宗非常高兴，他就离开首都长安，带领他的爱妃武惠妃还有他的王子大臣们浩浩荡荡来到洛阳。那么这次来洛阳，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东巡，而且呢也是为了给他的儿子和女儿在这地方呢举办婚事。唐玄宗这个人呢是个风流皇帝，他的妃嫔很多，他的一生共生出了30个儿子30个女儿60个儿女。那么在这60个儿女中，他最宠爱的最喜爱的
是武惠妃所生的舒王茂。为什么他特别宠爱舒王茂呢？因为唐玄宗特别喜欢武惠妃。这个武惠妃何许人也？他为什么会得到唐玄宗的如此宠幸呢？那武惠妃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她是女皇武则天的侄孙女。武惠妃非常聪明，也很能干。唐玄宗对她宠爱有加，哎，因此呢，他的儿子也被唐玄宗高看一眼。武惠妃这个人呢，也很能生育的。但奇怪的是，武惠妃她最初在年轻的时候生的孩子都不能成活。那当这个舒王茂出生的时候，武惠妃她不敢把这舒王茂养在自己身边了，所以唐玄宗呢，索性就让他的大哥宁王啊李承器把他抱回家中，抱到宁王府去，由宁王的妃子袁氏来哺育他。哎，这个袁妃非常喜爱舒王茂，因为舒王茂长得很端丽啊，很漂亮，所以视为己出，养在他自己家里。所以舒王茂呢，小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宁王府长大的。那么他在七岁之前一直长在宫外，所以受封的时间比较晚。那么当时宫中把他称为十八郎。为什么叫做十八郎呢？因为他是唐玄宗的第十八个儿子。开元22年，唐玄宗非常高兴啊，因为这一年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就开始张罗为他的儿子呢选妃。因为呢这个唐代的皇室婚姻呢它是讲门第的，哎，我们翻开史书看一看，李唐王朝它的这个婚圈子，主要就是李氏家族啊，皇室成员和当时朝居中的一些世家大族啊，像韦氏、像杨氏、像武氏，哎，这些大家族之间互为婚配。当这个唐玄宗呢，他在洛阳要为他最宠爱的儿子舒王选妃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目标哎锁定在这些大家族，尤其是杨氏家族中。在这些杨氏家族中呢，杨玉环他是出类拔萃的，他是最美的。杨玉环的养父杨玄娇，因为他在洛阳当侍曹参军，所以曾经参与过接待唐朝皇亲国戚的这样的事儿。像唐玄宗呢到洛阳来，他带了那么多的人，好多的接待工作都是由杨玄娇来完成的。他当然知道唐玄宗要选妃这个消息，而当时他的女儿杨玉环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多才多艺，这件事呢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所以啊，当唐玄宗要为舒王选妃的时候，也许是杨玄娇的一些朋友，哎，他把杨玉环推荐给了唐玄宗，哎，这个选婚使，也许是杨玄娇他托人把杨玉环推荐上去。总而言之，啊，杨玉环参加了这次选美。那么经过严格的挑选，他成功了，他一举成功，最终被选为舒王妃子。那么从而与李唐皇室啊建立了这种密切的联系。杨玉环虽然通过了选美，但是想要成为真正的寿王妃，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考验。唐代社会非常重礼，因此唐代亲王纳妃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如果杨玉环在这个流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会与寿王妃失之交臂。那么从议婚到完婚都需要哪些重要环节呢？请继续收看《大唐贵妃》第二集《嫁入皇室》。那就是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侧妃、亲迎，还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当他们选出来这个杨玉环以后，那么就按照六礼举行了这种
婚事的仪程。所谓纳采，就是当这个唐玄宗啊，他选中了杨玉环之后，派这个媒人拿着礼品到杨家去，啊，向杨家提亲。啊，当然对于皇帝的邀请，杨家受宠若惊，当然不敢推辞。接下来第二道程序叫问名。其实这个婚事早都知道杨玉环的名字，但是按照程序还是要再重新专门派这个婚使到杨家来，啊，写一个婚书，就问他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他的生辰八字是什么，为什么要问姓名，为什么要问这个生辰八字，因为古人很迷信，如果说占卜的结果有问题，这个婚姻便不能成立。当然了，这个占卜的结果很好，哎，我们说这个杨玉环呢，他是属羊的，哎，他和舒王茂是同庚，他两个人是同年，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下来第三步叫做纳吉，哎，就是按照这个礼节，婚使带着李唐皇室的彩礼单子到杨家来，啊，这个单子上列了很多的彩礼，啊，因为按照唐朝的制度呢，这个结婚呢必须要拿彩礼的。这个彩礼单子上除了一些金银珠宝啊，一些高档物品之外呢，还有几项非常重要的东西，啊，那你比如说像莲子，啊，像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枣子，哎，像这样的一些吉祥品。那么按照礼节，杨家拿到这礼单之后，你不能照单全收啊，你说这么多的东西好啊，我都把它收过来，那是不行的，那是一定要退回去一些。礼单确定之后，第四步叫做纳征。这个纳征呢，就是唐朝皇室派婚使把礼单确定这些礼品源源不断的送到了杨家，哎，送到了杨家，然后呢双方呢签订婚书，这个婚姻呢就算达成了。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这四步之后，接下来就是请妻，也就是由男家择定结婚家期，由媒妁携带请妻礼书前往女家，并商定迎娶的日期。但是这只是民间百姓的婚礼，皇家有所不同，还需要举行隆重的册妃仪式。册妃文献中记载非常清楚，啊，因为在《唐大昭陵集》在《全唐文》中都收录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那就是册寿王杨妃文，啊，唐玄宗非常重视，他特地派当时的宰相李林甫和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臣陈希烈，让他们两个人做正副婚使，然后带着礼品到杨家去册封杨玉环。哎，这个诏书呢写的是非常有意思，啊，诏书说，而河南府赤曹参军军杨玄交长女，公子之门清白灵气，胆中翠美，贪章性出。首先呢是把这杨玉环表扬了一番，哎，说他胆中翠美，贪章性出，哎，说我们经过精心的、严格的、细心的挑选，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现在要册你为是王妃，哎，希望你自己好自为之。杨玉环听到这个诏旨，啊，心里非常高兴，啊，立即下拜，然后到前面呢就接来了皇帝的诏书。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如何呢？他的心情当然是高兴。对当时一般社会中层的女子来说，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识并且选为妃子，谈何容易啊。杨玉环这个家族在他爷爷这一辈有宗帅的迹象，他父亲这一辈虽然说开始复兴，但是只做到了七品的小官，所以说能够攀上皇亲国戚，能攀上皇帝啊，宗室能攀上寿王，尤其是皇帝最宠爱的寿王，那当然他是很高兴的。何况那个寿王茂长得一表人才啊，那寿王茂这个人呢，据说他善于写书法，哎，字写得非常漂亮，这个人呢文质彬彬，是一个谦谦君子。那所以这个寿王茂和杨玉环他们两个人搭配起来呢，
叫别人看来，那就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啊，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非常恰当的。在册费这个仪式结束之后，接下来就是要举行婚礼，哎，他们这个婚礼呢，这规模是非常大，这个婚礼叫做亲迎，哎，就是池王茂他亲自到杨宅去，把杨玉环迎入宫中，然后举行婚礼。那么按照唐代的这个礼制，新郎官到女家去迎娶新娘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刁难，新娘就住在家里不出来，所以新郎官在外面一遍一遍的催她不出来，所以就要做催妆师，哎，说你快点化妆吧，时间不早了，我们要结婚了。那么舒王茂当时写没写催妆师，文献中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按照唐朝的礼俗，当这个婚使啊，当着这个迎亲的队伍带着新娘子离开她的娘家，在走向南家的这个路上，还有人专门要仗车，要仗车，就是故意在路上设置好多的障碍，然后呢跟她要红包。那当时要没要红包呢？文献中没有记载。哎，如果按照唐代的这个习惯的话，应当是有这样的活动。那么杨玉环她是骑马呢，还是坐轿呢？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文献中没有记载。按照唐朝的礼俗呢，他应当是骑着马的，啊，坐轿子送到以后，送到以后的人结婚呢，往往是坐轿子。那么当时呢，按照习俗，杨玉环的头上还要戴上红红的盖头，戴盖头，哎，戴盖头这个习俗呢，其实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为什么戴盖头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这个戴盖头呢，是因为在南北朝时期啊。那个时候实行结多婚啊，你要结婚，结果新娘被别人抢走了，这实在是太不合适。所以有人呢，索性呢给头上盖一个布子，盖一个红布子，别人看了不知道这是干啥的，长得是不漂亮，所以就不来抢了。啊，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戴这个盖头啊，它是为了辟邪。到了这个宫中之后，那么宫中就设了这个婚堂，这个婚礼堂呢叫百子帐，啊，里面布置非常豪华。在进门之前，有人拿着火炬，随着这个杨玉环那个马呀转了几圈，哎，然后杨玉环下了马之后，他的脚不能挨地，他的脚踩在殷红的地毯上，啊，过去呢那个一般的穷人家没有地毯，就拿席子三块席啊一块一块的换，这叫做转席，啊，那在皇室气派的了不得，根本不需要转席，啊，他就踩着这个红地毯就进了家。然后举行婚礼，啊，当然这个婚礼呢，拜堂仪式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只是说在唐代的时候结婚呢，很可能是在下午进行，啊，所以举行婚礼的时候差不多快到晚上了。那么据说最后呢，在这个百子帐举行完这种拜堂仪式之后，这个新郎和新娘要进入洞房的时候呢，要同时进，要挤门而入，啊，挤门而入的意思就是说啊。不要说谁先谁后，大家是平等的，要同时而进。进去以后，那么坐在床上面，然后呢，这个时候他的亲戚朋友们就把这糖果、枣子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花生呀这些东西呢，全撒过去，啊，全撒过去。那么这个有人口里念念有词，要多生儿子，啊，多生女儿，啊，生的儿子一定要能干，要能成为公王，生的女儿呢，也都能够嫁给卿相。口里念念有词，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闹洞房了。所以这个婚礼呢，文献中没有记载啊，我们只能是根据唐代的这个普遍情况来加以推测。结婚大典结束之后，接下来就是宴席。当时呢，这个男性宾客和女性宾客是分开来的，分开来的。所以这个婚礼热热闹闹举行完了。结婚之后，杨玉环他和舒王茂生活在洛阳。也就是说他们的蜜月呢是在洛阳度过的，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甜蜜的美好的时光。到了开元24年八月的时候，唐玄宗他要回长安了，所以武惠妃、杨玉环、舒王茂他们这一行也都从洛阳开始浩浩荡荡的又回到了长安。对于杨玉环来说，长安是个很向往的，同时呢又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当年他和他的养父杨玄娇
从四川成都一路风尘仆仆回洛阳的时候曾经经过长安，那时候他没有资格也不可能进入皇宫，他只能站在唐代长安城中远远的去望一望长安的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他很向往这个地方，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来到这个地方。杨玉环和舒王茂他到长安城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十王院，称之为十王宅。这个十王宅是开元十三年由唐玄宗下令给他的兄弟们修建的。因为唐玄宗呢他本来不是长子啊，他没有当皇帝的资格，但是后来呢他的哥哥把皇位让给了他。他在当皇帝之后呢，为了表示他勤政，为了表示他和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很好，所以他在兴庆宫里面修了两座楼，一个叫做勤政务本楼，说明他要好好的治理国家。另外一座楼呢叫花萼相辉，这个花萼相辉楼其实呢就是他和他兄弟们在一块联谊的地方。他为了表示兄弟们这个关系很好，据说呢他造一个大屋子，打一个通铺，做一个长枕头，做一个大被子，这个兄弟们在一块来住。那么十王宅在当时是十个王居住，到后来呢又有六个王加入，所以呢人们在习惯上又称之为十六王宅。杨玉环在进入这所谓的十六王宅之后呢，他的生活条件比在洛阳的时候大有改善。那么因为呢他们这个生活这个圈子就是唐朝的诸王王妃，他们经常在一块联谊，经常在一块来举行宴会，或者进行一些歌舞活动。杨玉环是王妃，她善歌舞，非常聪明，所以在当时呢就成了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人物。她生活在这地方，她个人才能得以发挥，所以她自己心里呢是很高兴很高兴的。然而根据史书记载，杨玉环在当寿王茂妃回到长安后不久，唐代长安城的宫阙中却兴起了一股暗流，杨玉环和寿王茂很快的被卷入了一场斗争，而且这个斗争在当时搞得很激烈。那么究竟在开元24年长安城发生了什么事呢？杨玉环与寿王茂完婚后过上了甜蜜幸福的二人世界，然而好景不长，宫中骤变，唐玄宗一怒之下杀死了自己的三个亲生儿子。那么这件事情与杨玉环和寿王茂有什么关系？他们两人怎么会被卷入这场宫廷斗争中去的呢？原来啊，这件事情和武惠妃有关。我们知道武惠妃啊是唐玄宗特别喜爱的妃子，当年唐玄宗一心一意的想把武惠妃立为皇后，但是朝中的大臣反对，说武惠妃啊她和女皇武则天有关系，武则天曾经夺取过唐朝政权，你现在要把武惠妃立为皇后，你啥意思？是吧？你要向世人传递什么消息？因为当时反对的声音太多，唐玄宗没有办法，所以呢，没有能够把武惠妃立为皇后，但是呢，对她的待遇完全是按照皇后的待遇来做的。所以这个《旧唐书》的后妃传、《新唐书》的后妃传里面，关于这些呢，都是有详细的记载。那么对于这件事，武惠妃耿耿于怀。武惠妃觉得，好，我立不成皇后不要紧，但是我要让我的儿子来当皇帝啊，当皇太子的接，当皇太子将来呢继皇位。啊，他认为这个唐玄宗呢喜欢他，也喜欢他的儿子寿王茂，那就应当由他的儿子来当接班人。可是，早在开元2年，这个唐玄宗呢他已经立了太子，那么史书记载说，唐玄宗让他的第二个儿子这第二个儿子叫慈谦，也就是后来的李英，当了皇太子。为什么让他当皇太子呢？因为他的母亲赵丽妃在当时很受
唐玄宗的喜爱。这个赵丽妃是唐玄宗在当庐州刺史的时候在山西认识的，哎，这个人呢能歌善舞，所以唐玄宗呢很喜欢他，就让他的儿子当了皇太子。啊，李慈谦已经当了多年的皇太子了，而且没有什么罪过，你现在提出来要换太子，这件事谈何容易啊。那么武惠妃他就不止一次来在唐玄宗面前说，哎，说他的这个寿王茂是多么聪明，而皇太子呢是如何的啊不堪继承大统。那么唐玄宗呢他也附和，他一方面他要继续让这个李璎当太子，另一方面呢他又开始特别的偏爱这个寿王茂。那么这种举动大家想一想，在外人看来是不是会造成一些混乱呢？其实当时朝中的大臣呢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哎，有的大臣说这将来李璎啊，也就是这李慈谦，他可能呢是继续当太子，将来继承皇位，所以我要站在他这一边。但是有些人看到这武惠妃这么得宠，他的儿子将来可能当太子，哎，所以就开始来支持武惠妃。那么反对寿王茂当接班人的主要是当时的宰相张九龄，而当时支持武惠妃的主要是李林甫，所以这个两派之间展开了比较激烈的斗争。而武惠妃为了达到换议太子的目的，他开始在底下煽风点火，啊，搜集对太子不利的情报。那么这种活动呢，太子英当然也知道了。太子英知道了以后，他和当时同样以母冲啊，以母亲去世而失冲的当时的娥王瑶啊，还有光王惧这两个亲王，就在一块来喝酒，啊，喝酒以后呢，就互相开始发牢骚了，啊，说这个唐玄宗呢如何如何对他不好，这武惠妃是如何如何的嚣张，他们想换一太子，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愿望，有愿望之词，愿望，发牢骚，这个在现在看来似乎没什么，可是在唐代这是极大的罪过。武惠妃她知道了这个消息，感到问题严重啊，就跑到唐玄宗面前大哭大闹，她说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个太子呀他要谋害我们母子，他说不仅要谋害我们，而且呢他把矛头已经指向了皇帝陛下你了，你还不知道还蒙在鼓里呢。武惠妃是唐玄宗最忠信的人，他一听这话当时呢就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是吧，我立你为皇太子就不错了，对你这么好，你现在竟然还敢愿望啊，还敢想谋杀武惠妃，谋杀寿王茂，这还能行？所以马上就要召集大臣啊，准备宣召要废太子。那么这件事被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知道了，张九龄呢就据理力争啊，张九龄说这个太子呢他立得很早了，多少年以来我没听说过太子有什么不是，他没有过什么罪过，而且呢鄂王瑶和关王惧这两个王呢都是你的儿子里面最贤惠的儿子，你凭什么要一次就把这三个儿子都废掉呢？何况自古以来这个太子呢不宜于轻易的动摇，如果你轻易的换一太子，势必在宫廷大臣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对将来的皇位，对当时的政局会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唐玄宗在当时听了以后呢，觉得好像说的也有些道理，哎，他的火慢慢消了，所以把这个废太子的事就搁置起来了。武惠妃心里怎么想呢？他当然是不高兴了，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挑起风波，那么这一次唐玄宗按捺不住了。那么唐玄宗呢他最后就听了这个李林甫的分析啊，因为当时呢这个李林甫怎么分析的呢，李林甫对唐玄宗说啊，说你不要问我这事怎么办，这是你自己的家里事儿，哎，我作为大臣呢我不应当参与。大家听到这话就和当年呢这个唐高宗要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那李绩说的话一样，哎，此乃陛下家事，是吧，表面上看
他自己不置可否，哎，我没有什么意见。其实大家想一想，这就是公开的支持。唯有李林甫这样的支持，唐玄宗他就铁了心，他要废太子，要把他的这三个儿子都贬为庶人，啊，就是把他这些官职呢一路到底，哎，什么爵位，啊，什么官节一路到底，成一个平民百姓，成一个穷光蛋。如果说真的唐玄宗把他这些儿子分为庶人也就罢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诏书刚下不久，他又下了第二道诏令，这个诏令可了不得，是什么呢？就是赐死。赐死，诏令一下，他的三个儿子呢就一命呜呼了，他的三个儿子同日而死。大家想一想啊，唐玄宗一共30个儿子，有10个儿子在当时已经不在世，他就剩下20个儿子了。那么这一次又杀掉了3个，他就剩下17个儿子了。人们常说虎毒不食子，唐玄宗他是怎么就如此的暴怒啊，一怒之下一日杀三子。这个事情是一般人根本想不到的，人家都说这个唐玄宗是一个英明的人啊，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是一个仁慈的人，可是在这个时候他这种残暴就表露无遗了。所以后来的史学家，像宋朝的大史学家欧阳修，他在《新唐书》就说：“说明皇啊，一日而杀三叔，昏必极矣。他一天呢又杀了3个儿子，简直是昏庸透顶。”太子被杀，圣王茂能不能成为新太子？武惠妃接下来又会怎么做呢？唐玄宗真的会立圣王茂为太子吗？请继续收看《大唐贵妃》第二集《嫁入皇室》。唐玄宗杀了他的儿子，过了几天他细细想一想，这个事情不是个事情，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他自己反思这件事情有点后悔。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李林甫又来到唐玄宗身边，说现在呢这个太子未缺，寿王年长，寿王已经长成人了，他完全可以胜任太子的工作啊，那意思就是说你现在该立圣王为太子了吧。那武惠妃当年嘴里不说，他心里很明白，太子被杀了下来就是圣王了，是吧？那么一旦圣王当了皇，将来当了皇太子，再将来当了皇帝的话，那他的地位自然也就提升了。那唐玄宗在听了这话以后呢，他默不作声，他没有表示回答啊，没有表示赞同。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裴震啊，这个裴震呢就是武周时期著名宰相裴行俭的孙子。这个裴震呢，他有一次见到唐玄宗了啊，他说听说呢现在有人要立寿王啊，建议立寿王为太子，民间其实怨声很大，太子无罪被废，而且呢死得很惨，你现在要换一太子，要立寿王，这恐怕不合适啊。从历史上角度来看，有很多这样的事实啊，有好多这样的先例证明结果都是失败的，所以呢你绝对不能够立寿王为太子啊，如果立了他为太子，后果不堪设想。唐玄宗听了之后呢，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呢当李林甫再次向他提出来说要立寿王的时候，唐玄宗就说了，说这件事我不考虑。那么有一天呢，唐玄宗把高力士叫到他身边了，这个高力士呀是唐玄宗最亲信的宦官，虽然说他只是一个宦官，但是在当时啊他具有很高的地位，这个人呢办事干练，唐玄宗对他很忠心，是吧？唐玄宗呢在这个时候呢心情很不好史书记载说，说唐玄宗呢，他以他自己春秋庆高，说他年龄大了，而当时的这个皇太子被杀，是吧？其他两个儿子也同日赐死，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他自己经常呢心情闷闷不乐，而且饮食位置减，也就是说呢，他这个时候呢，吃饭呢比过去都吃的少多了，人看着形容憔悴，然后。高力士就问他说，陛下你怎么吃这么一点饭呀，是饭做的不好吃吗？
然后唐玄宗就说：“嗨，我家老奴，你怎么能这样问呢？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思吗？”然后高力士就说：“你是说太子吧？说大家何必为此事烦心呢？大家就是这个宦官呢，对皇帝的称呼。哎，说你作为圣上，何必为这些事烦心呢？”他说：“一地一长，谁敢言之？啊，说你按照这个年龄的长幼来立他，别人还敢说什么？”哎，唐玄宗说：“哎呀，你真是理解我，你说的对，哎，说的对。”所以呢，唐玄宗后来呢，就决定，啊，决定以他的第三个儿子为太子。他这个第三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李亨，啊，后来的唐肃宗。唐玄宗最终决定以李亨为皇太子。那么这个诏书一下，武惠妃她要立太子这样的这个梦想呢，就彻底的幻灭了。啊，那其实武惠妃在此之前已经死了。那么据说在这个皇太子和其他两个亲王被杀之后，过了两个月，武惠妃看这个皇帝啊还不立他的儿子为太子，所以心里很着急。他又经常做梦，又梦见了这个三个庶人啊，就是这个太子婴啊、鄂王瑶啊和光王惧，经常作祟，他自己很害怕。所以一天呢，茶饭不思，形容憔悴。这个时候叫了几个懂巫术的人在他身边来装神弄鬼，结果呢，一个月时间过去了，仍然不见好转。这个武惠妃就死了，死的时候年仅39岁。武惠妃死了，她没有能够看到她的儿子被立为皇太子。那当时呢，唐玄宗也没有宣布立别人为皇太子。那么几个月之后，武惠妃死了，这个视王茂他失去了靠山，那么所以在这个大臣的建议下，尤其在高力士的建议之下，唐玄宗最终决定呢要立李亨为太子。诏书下来之后呢，这个视王茂当皇太子的这个梦幻就彻底破灭了。那么通过以上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出啊，当时的围绕着欢迎太子这场宫廷斗争，主要是武惠妃挑起的，但是和这个事件密切相关的两个人物，也就是视王茂和杨玉环，他们对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态度呢？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是如何表现的呢？我们从相关的资料来看，我们找不到视王茂和杨玉环的表现，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两个人好像默默无闻，什么事情都没有干。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视王茂他的性格呢，就是那种谦谦君子，是那种礼让型的。他根本对这个当皇太子没有多少兴趣，他不去争。而杨玉环本人呢，似乎对政治也没有什么兴趣。啊，他并没有像武惠妃那样要为视王茂去争取。当然，他也知道，一旦这个视王茂当了太子，他就是太子妃；将来如果视王茂当了皇帝，那他就是皇后了。这是他很清楚的，但是呢，他没有动作，没有活动，这说明呢，视王茂和杨玉环对政治呢并不热心。他们对于三庶人啊，也就是太子婴、鄂王瑶和光王惧的死，没有多少责任。当然，武惠妃的死，对视王茂、对杨玉环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什么说是沉重的打击呢？因为视王茂过去受到唐玄宗的那么多的宠爱，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很有才吗？不是，主要是因为武惠妃，是因为唐玄宗喜爱武惠妃。那现在武惠妃死了，他就失去了靠山。在武惠妃死后，视王茂他失去了保护伞，他的前途变得暗淡起来。那么按照当时视王茂和杨玉环的处境，那么杨玉环他从此以后也只能是做个王妃，视王茂的视王妃就是他的最高的荣誉，他不可能有更高的发展。然而又谁能想到，到了开元28年之后，
杨玉环的命运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开元2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杨玉环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请大家收看下集。